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合作社2022母亲节预购从3月7号到3月26号，所以各个站所都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。台南站所呢，为大家带来首先重磅登场的是酒醋组，看到了，这是我们的草莓清酒，它的生产者是乙谷。然后这一款酒类是要冷藏的哦，然后用我们指定农友的草莓，所以它草莓的香气很浓郁，然后也因为它是用无过滤的生源酒为基酒浸泡新鲜草莓而成的，所以那个酒香啊跟酒的纯度，你喝下去你就会有感觉。这款酒的酒精浓度在10度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刚好的，会喝酒跟不会喝酒的人呢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养生组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花旗参银杏露，关键字是银杏啊，我有帮大家喝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。大家到站所的时候千万都不要错过哦。我是曼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